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 ，AC 同号了 ，AB 异号了，那么这个直线方程式哈，他说不过哪一象限呢？啊，这一个选项的话有一个原点呐，这个当然也不过原点嘛，因为 ABC 都不等于零，哦，这个都没有等于零的，所以五哈也要选，哦，没有过原点。哦啊，其他选项是一二三四了。我们看看呢，它不过哪一象限哦？我把 c 移过去以后，除过来，就变成 x 哈、哦、，a 分之负 c 嘛，啊加多少呢 ？y 除以这个 b 分之负 c 啊，等于一。好，那现在的话哈、哦，这个 ac 的话哈、哦，它是大于零嘛，加个负号，所以这是小于零的。A 截距的话是小于零，啊，这个是 a 分之负 c。那 y 截距呢 ？y 截距的话，哈，现在这个 bc 哈，ac 同号嘛，哦 ，ac 同号，那 ab 一号嘛，所以 bc 是一号 ，bc 一号嘛，所以这是负的，啊，加个负号，所以这是大于，所以呢，这个这是 b 分之负 c 啊，这大于。所以它的直线这样子，好，它不过哪一象限呢？它不过第四象限。所以这一题哈、哦，还要选哪一个呢？还要选四。四的话是不过第四象限，那五的话是不过原点，所以答案是四。